Xining, the city where the trains on the Qinghai-Tibet Railway blow their first whistle. Here, three generations from the same family have chosen the same occupation, train maintenance. Guarding every train on the plateau, they have witnessed the development of railway technology. They say the railway is their family's glory and dream. I'm Xining车辆段的一名客车检测员，我相当于说火车旅途中的一名随车医生。每天火车入库以后呢，就开始我的接班工作了。车辆如果没有拆解的情况下，第一时间进行供电，来方便基地的同事们的检修，对每一节车辆的故障和未发现的故障进行排查。当基地的同志检修完以后， 我需要对他们故障修复的情况进行确认。在这一列车厢上，比如说像灯光的照明情况、座椅的牢固情况、还有衣帽钩的颈部情况、制氧的情况、电闸炉的使用情况及车辆的各种设备设施，都是由我们在旅途中进行维护与维修的。 需要全面的业务技术才能说保证这趟旅客列车的稳定运行。不仅需要技术，还需要日常不断对这个客车设备维修的经验的积累。算上我是从事铁路家族的第三代人，可能更多的承受了就是说父辈的和爷爷辈的梦想。随着我父辈跟着我爷爷这个西部大开发这个脚步， 参加到铁路工作以后，慢慢的了解到我父辈的工作，我觉得更多的对他来说是一种贡献，秉承的他们的一种意志。我是李海峰的父亲李秀金，在西宁东货车车辆段从事动态检测工作。想起我们以前呢，就是说出去检车的时候，不论是这样刮风下雨，我们还是背着工具，及时去把车辆检修和维修，确保行车安全。 看到现在的这个高科技的发展，我们就是说，从以前的这个繁重的体力劳动，现在转为脑力劳动，就像医院的内科大夫一样，我们在室内用这个高科技的电脑抓拍出来的图片，我们在 TF 就可以直接把它，反馈到现场，现场的检测员及时就可以把这些车辆存在的隐患及时都可以处理掉。带着我坐他的车，我也感受，哎呀，我干到我父亲这活确实挺好的。 就是你内心里头挺好的。我家风风大学毕业以后，完了我就是说，刚才你看，像我说像你爷爷到我，你现在到你科技的发展，你干的这活比我确实劳动强度也减轻了好多呀。我说你这份工作真是来之不易。爸回来了，今天晚上上下班。 8月15到的青海来了，没有多少人，江城的段，我们就住在那个现在的车库那个位置的南边，这个土矮子上扒了一个，整个车间都在那里挖了个地窖，住在那里头。 那我们那时候都是哪里需要哪里去，叫你上哪你就得上哪去。检修的时候，那就是粗笨的这个工具啊，那时候也没什么正正儿八经的工具，不规律。我们那时候蒸汽机车还是破烂货，现在我们的内燃。 上电器，你看我这现在都电气化了，铁路突飞猛进，这就在全国人民的这个努力下，有我一份的力啊！我还活着80多岁了，我活着，我看看社会主义的发展，我高兴啊！所以说一小望，就给他们领着，教导就这么样说哈，做好 自己的本职工作，对自己有好处。告诉我们那个子女、儿子、孙子，
得好好干，好好学习，再继续努力。